好，我们来看点正面的故事。社会角落小人物的故事呢，总是最发人深省的。而专门为身心障碍人士设置的金鹰奖迈入第14年，马总统也亲临现场。当天呢，他一上台就先用手语跟大家打招呼，拉近跟得奖者距离。致意，总统马英九准备的贴心桥段让现场响起如雷掌声。第14届金鹰奖颁奖典礼在台北隆重登场，包含马总统邓丽、行政院长吴敦义、内政部长江宜桦都亲临现场，表扬10位身心障碍人士身材、心不才，用有限的身躯活出不一样的亮丽人生。因为我们本身没有这样的经验，即使你去帮他想，有时候不能够完全想出那个困难在哪里。其实身心障碍可能只有一两个部分是障碍，其他部分没有障碍。少了一只手一条腿也能摆荡出最动人的舞姿，每个身障者他们都因为勇于跨越身体障碍，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光发热。记者们，以上台北采访报道。今年的10位金鹰奖得主呢，有些人颜面受到了伤残，有些是肢体障碍人士，而其中有2位看起来跟一般人其实没有什么两样，不过呢，他们却需要付出比一般人更大的努力。带您一起来看看安庆龙跟李尚轩的生命故事。手中接过金鹰奖讲座，听到铁人安庆龙再一次获得大家肯定，不过他依旧听不到属于自己的掌声。因为一次发烧而失去听力，安庆龙将无声的障碍化为动力，克服阻力为助力。安庆龙有自己的一套人生哲学。每个人都不一样，做自己最好的。我觉得做自己啊。上天也和来自屏东的李尚轩开了一个大玩笑，一出生就患有重度自闭症的他，其实有惊人的奇异天分。和新加坡名人合作维瓦蒂的四季李尚轩完美演出让人惊艳，不过22岁他却是个长不大的孩子，不善交际的个性也是让你妈妈最放心不下的。整个的生活方面状态都没了，就比较难去突破，还在努力当中。给妈妈一个深深的拥抱，家人始终是身心障碍者最大的避风港。李尚轩、安庆龙一路走来，肯定自己的努力成就，也有更多勇气的学员们。林淑环台北采访报道。